假如你买了一个 put option， 但是你手里没有那个股票，对吧？那你是不是不能卖给他？对，对吧？你手里都没有，你怎么卖给人家呢？对，所以，这个 option 呢，就是这个期权，我们说它是不，就是不交割实物的，不交割实物的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futures 期货？期货它是不是到期了以后，它必须就是必须得去那个，比如说买原油期货，你必须得去那个交易所，就它指定的某个地点去提去取那个原油呀，对吧？ Futures 你到期就必须去交割那个实物，但是 Options 是不用这样的。 Options 只需要就是把那个就是价差就是付清就可以。就比如说你买了一个 Put Option， 然后呢到期以后